嗨，大家好，我是 Luke， 金曲奖来喽！接下来大家来看红毯上，我觉得很有特色、值得一看的造型。首先，我们来看到黄轩，我觉得他这全身丹宁布的这个套装非常的帅气，下半身一裙一裤的这个设计呢，很有自己的个性，好像是全身丹宁布的阿布斯，他整个造型也是非常的好看又有气势哦。他跟黄轩的衣服造型都有一种升级再造的感觉，非常符合现在环境永续的一个风潮。同时，全身丹宁布的这个造型在当年90年代也曾经是一股风潮，或许这是接下来 Y2K 流行的一个走向，也说不定呢。再来看我们的金曲歌王 Hush， 他这件衣服是台湾设计师简国彦的作品，身上的这个毛毛流苏跟大开深 V 都给人一种非常中性又妩媚的感觉。来自香港的绝命青年这两位则像是今天要去钓鱼却不小心误入金曲红毯现场，乡村风的工作服搭配上鲜艳的色彩及浓浓的个人特色，我觉得非常的可爱。那我们这次金曲红毯的分享就到这边，如果大家还有想看我评论哪个造型，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哦。